现在位置是在台南市文化中心，然后里面有那个黄岳飞老师签书会。那他这一本新书呢，《母女江山》，他所有所得将会捐给麻二甲那个妇女的一些资金。对，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活，这一本有意义的书，然后有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。通过入围认证，爱公仔艺会认证。那接下来为各位介绍，这一位是百合协会理事长，那个慧玲姐。那我们来访问一下她。慧玲姐也是在拍照。慧玲姐，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本书吗？《母女江山》是黄岳飞老师写的，分写了写你阿妈、你老母家庭啊，母女啊的故事，也是一本让查甫人会感动、查甫人去读的一本好册，看好册，听台湾。啊，这本册不是要捐的迄个所得？这本册所谓捐款，是要写这啊黄岳飞老师以所开设的马二甲未婚妈妈服务中心的荣誉，所以请大家踊跃感谢。谢谢。